侯友宜要去访问日本，结果郭台铭就说我去访问美国，所以显然的是故意冲着侯友宜，所以上飞机又再退，这一句话就是要让侯友宜在日本连要去找谢典林，连要去找谢依凤，要好好谈一谈都没有办法，因为你现在在日本。他还放话，他未来一个月要干嘛？全国祈福啊！意思说，我把你离岛，我把你南部，我现在挖到中部，我在北部，我全台湾挖光光。尤其最重要，他讲两个字，要有资源。我一年鼓励就92亿，来来来，小鸡过来过来，来地方派系，来来来来来，哦，地方派系要资源嘛，对不对？朱立伦不必出来讲话。金小刀不必出来讲话吗？或许我在猜啊，或许之前是已经先安抚好了，没事了。哪知道他现在延后了又把他丢出来。我想大家还是因为希望说，因为国民党就是这样子，有时候还是希望以和为贵。订阅、按赞、分享哦。